有在看吗，熊哥？你那个面子不知道有没有准备好？我是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哈。哎、欸、，Hi， 那个亲爱的熊哥，从电视广播看你的比赛，一直到现场追着你跑，谢谢你总是不厌其烦的被我抢，一直笑着那个很魔性的笑声。记得我说过今天我超紧张，你还跟我说你紧张什么？我站在中间的才紧张，其实是因为你哭，大家都会哭，尤其你超爱哭，所以大家都很紧张。看着今天从赛前满满的人潮，真的为你感到无比骄傲跟感动。谢谢你不管如何总是用尽全力的冲刺，你认真的态度感动了每一个球迷。今天是你最后一天球员出赛了，希望你一样用尽全力，好好享受比赛。仅代表所有舞迷们说